我们还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云南的口红。这个口红在外壳上面就是将云南省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马樱花以及昆明市的山茶花元素融入其中，所以我们经常称云南为彩云之南。因而当你打开口红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有彩云的一个雕刻，这也体现的是我们一个云南的特色。还有一个就是高科技产品骨传导棒棒糖，就是通过我们的骨头进行传导。在你实际在吃棒棒糖的时候，当你按下开关之时，它便有能够响起音乐，你可以将它与自身的手机进行连接，可以达到吃与享受融合一体。